夏江呢？他带美女过来。好。有一次我去吃面，吃完面之后我要开发票。服务员问我什么单位，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奥伊亚伊拉克乡奥伊亚伊拉克村村民委员会，姑且莫国历史文化遗址申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办公室。老板听完以后就说免单。好，非常好。毕律师，有那么好笑吗？很好笑啊，你不觉得吗？非常好。老毕，你既然觉得这位美女讲的笑话这么的好笑，那你就继续听她讲笑话咯。明白。田总，美女，我的笑话还多着呢，绝对把你笑趴下。是吗？老板，你现在不喜欢美女了？当然喜欢，不过最近肉食吃的太多了，你想换点素食。素食健康。美女，我能荣幸请你喝杯酒吗？哎，请问你是按摩师吗？好，我是钢琴演奏家。喂，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咏春教练。什么春？咏春呢？你又拿我手机瞎玩什么呀？闲着也是闲着，没准能勾上个富豪，我就发达了。你现在往人群里面看，最帅的那个就是你家官人。我对帅哥不感兴趣，我喜欢啊。难道娘子你是重口味吗？我喜欢的只有名牌包包。我就喜欢你这种直率的性格。I like。真可惜了这张清纯的脸呐！哇！什么呀？给我！你看看，给我！我也看。啊！你这人家找超市吗？娘子，你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谁是你娘子啊？找死呀你！看你惹的这野狗。嗯，有照片。娘子，看到老公照片了吗？帅不帅？来，让老公亲一个。嗯，哇，给我，有种给我滚出来。要不然咱们三分钟之后在酒店大堂的电梯口见。娘子赶紧来呀。老毕，三分钟之后在酒店大堂电梯口见。坐在这里看秀才遇到兵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美女，怎么了？这照片上的人是你吗？是啊，在这个世界上长得这么帅的只有我一个。你有种！龙掌拳。哇，帅哥变熊猫啊。老板，打完人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赶紧去看老毕怎么样。行。毕律师，您没事吧？老毕，你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有事了。
帮我叫保安、叫救护车，我要控告那个娘们儿，我要告她暴力伤人、蓄意谋杀。沙枪，赶紧把老毕送到医务室去。是啊，告到他连裤衩都没得穿，他穿门大脸打我的帅脸。田总怎么了？哎，刚才那群美女什么来历啊？他们是空姐，有事吗？空姐？哼，哪个航空公司的？我爱打扮的美丽，是为了成就绯色传奇，期盼着你会爱我。哦哦哦哦，用甜言蜜语代替虚情和假意，不愿做谁的。我女儿的奶都被海关倒掉了，怎么办啊？没关系，我们有。哦，谢谢啊，阿姨，我帮你。好，还是我来吧。小姐，真漂亮，长得像的。欢迎登机，春秋航空，想飞就飞。世界精彩的不说迷离，幸福未来领导你我。你看，你把一个帅哥打成什么样子？工作时间忍忍啊！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我们的飞机暂时不能起飞，请在座位上小心等候。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啊？将尽快通知您。对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感谢您的理解配合。女士，这是您的拖鞋。啊，谢谢。先生，您的。谢谢。田先生您好，这是您的午餐菜单。你挡着我看杂志了，念给我听。好的，我们的头盘有海鲜酱烤鸭胸配芥末白菜，薏仁山药鸡汤。Stop, 主菜是我不吃。好的，等等，我说不吃，我说不喝了吗？那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呢？拿来给我看啊。请看，我要三分之一勺的鲜橙汁，加三分之一勺的苹果汁，加三分之一勺的番茄汁，加三分之一勺的可乐，再加三分之一勺的矿泉水，加三分之一勺的乌龙茶，加三分之一勺的咖啡，最后再加三粒半的冰糖。好的。等等，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不好意思，我说记住了，稍后为您送上，谢谢。毕先生您好，这是您的午餐菜单。是个屁！我要一只内蒙烤全羊，是一只。不好意思，这个我们真的没有。这个你自己想办法。下飞机前看不见羊，要你好看。夏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没的。哎，哎呦，你没有摔疼吧？这招恶不强食，可真够标准的呀！不可以这样，他们是客人，忍忍。谁让你出手的？没有我的命令，谁让你出手的？我让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胡椒粉，三分之一咖喱，我三分之一。我为什么要折腾他呢？化敌为友，不战而胜，才是最高的境界。彤彤，有客人啊，小姐。我过来呢，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我平时真的就是这么喝饮料的。哦，真的呀？啊，好啊，上帝，这是您的饮品。你信不信我还可以一口闷？信啊，喝吧。
么事？老板，快下命令啊！怎么保不住了？你们等什么？保护老板呢？保！闭嘴！老实点！敢说吗？敢说你们？放开俺呀！人家闭嘴！奶奶，是我们背他，你帮谁啊？当然帮空姐了，我女儿也是空姐，整天受你们这帮流氓的气，我恨透你们这帮流氓了。我给，没听。别过来！出来！哎，美女啊，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没事，阿姨，您先坐下，别担心。臭流氓！喂，这烂摊子怎么收拾啊？大不了不干了。哼！我说姑奶奶们呐，我还有两个月就要退休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安稳一些啊？啊，这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我们公司最大的广告客户。这空姐的首要准则就是，顾客就是上帝。周丹彤，你说，上帝为什么拿着医院的验伤证明来告我们？可要是上帝对我耍流氓的话，难道我就不能揍他吗？对啊，我亲眼看到的。证据呢？我知道你们有委屈。在整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全组人员停飞整顿。田总，请慢用。我吃饭的时候最讨厌见人家捏着鼻子。恭喜你被解雇了，你跟傻强去做伴吧。田总，是还记得阿华还在的时候，我们吃臭豆腐就是蘸着很多辣椒来吃的，多爽啊，你试试看。不用了，这是我特意从老家带回来给您享用的。还是你有心呢。俺是吃了饭碗，我给你抹完。蓄金自折，发金自冒，操，抄金自击，阴阳发力，不行心意，只用精神，来流去送，甩手之抽，转马朝行，以圆化直，抵押三关。以横打直，他们对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别看了，不想坐人肉沙包就赶紧去吃饭吧。你先走吧，我要陪彤彤。老板，你保重。纽利兹婴儿爬行比赛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家长准备好了没有？预备，一二三，开始。奖品将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奶粉代金券。啊，好，谢谢你们。你现在知道爷爷为什么不让你吃早餐了吧？哇，你好残忍哦。嗯，我要让他知道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你的小孙子。我对他的爱不是抱在怀里的，而是让他学会走路。来，拍照片。你好，我不好，我这咏春美人拳馆早晚要改名叫拉丁美人馆了。喂，拉丁美人，咏春美人拳馆。彤彤准备跟人家道歉了吗？您自己的女儿，你可不清楚吗？女大十八变，还真的不知道哎。小波波，来，小波波还给你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反正养不起了，卖给你算了。哎呀，冬雨晴，你穷疯了吧？
我当时就劝你不要嫁给那个穷鬼，你非要嫁，说他是硬汉。你看现在他给你压力了吧？没有，他说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哎，等到车到山头没有路的时候，你们就等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喽。所以我说咱们应该趁停飞期间奋起创业。创业？对，创业哪来的钱啊？师傅，师傅有啊，10000块钱。哇，小波波赚的。拳有三尖，掌有三角，深打深，无深打紧，以攻为守，以守为攻，追行接打，变化无穷。喂，彤彤，你都发泄这么久了，就休息一下吧。对啊，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彤彤，彩彩，哎呦喂！哎，放我下来，我浑身都是汗味儿。怕什么？我就喜欢你的汗味儿。嗯，肉麻，羡慕嫉妒恨。嘿，你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晚上那份投资公司兼职不做了吗？我就请了一小时的假。你每天都做两份工作，一点都不肯花时间出来陪我。是你鼓励我努力奋斗的，你是知道我梦想的。等事业有成之后，我要开最豪华的车来迎娶你，我还要你住啊最豪华的别墅。我才不要什么豪华汽车、豪华别墅呢！就算你一无所有，我也一样喜欢你。我可不希望你啊像雨晴那样被他小姐妹说什么老公没用、老公赚不到钱。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最风光的日子。我有了你，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风光的人了。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呢。这是我买了你最最最喜欢的那款电瓶车，今天刚提的，拿着。我不要。嗯，你做兼职很辛苦的，别坐公交车了，每天腾出点时间多睡会儿，养足了精神才能实现我们那伟大的梦想呀。彤彤，谢谢你在我事业最低潮的时候还这么信任我。兄弟，你事业的高峰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啊？你别小看我啊，我一定会挤进富豪榜的。好了，别说了，别迟到了，车在门口，快去拿啊。喂，你真相信爱情能当饭吃啊？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光，他是潜力股。不好了，彤彤姐姐，有个野蛮人直呼你的名字，嚷嚷着要踢馆呢。啊！别拍了，别拍了，拍什么拍？不用怕，他不会打你的。周丹彤，你给他出来，咱们公平切磋。周丹彤来了，彤彤姐姐，就是他，又是你。切磋是吧？你想切哪儿啊？不是俺切你，是他切。哇，这是从哪个山这里跑出来的？果然牛啊！退后，退后，退后，退后！我打，我打，打打！别错了，掉头。视频搜集起来，在网上重点炒作。好。你
你们知道这个视频现在点击量是多少吗？257803，257913，258020，259913。你们都干嘛呢？都干什么吃的？都没有出过主意吗？能想到的毒剂都给您 pass 掉了。老毕，老毕，你干嘛呢？老板，有个女生未行跳楼自杀，很危险的，过来看呢。你以为你长得是个了不起啊？小姐，回来。新闻里说那个女孩已经怀孕了。别过来，一尸两命啊！人家还没跳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责怪我，责怪不就是失恋吗？为什么要自杀呢？唉。你想到了什么？和你一样，失恋是很痛苦的。那我就让他生不如死。好毒的男人呐、好多人以为我们咏春拳没有腿法，其实我们的腿法厉害着呢。明天早点来哦。谢谢谢谢啊。哎，明天起我们就是女夜未来。对啊。我跟你说，你最帅，你最帅，天大咖，地大咖。馆长，铁石集团来人了。戴了墨镜你都能认得出来？那当然，你们那么火，收成会都有人认识。田总，毕律师，我是这里的馆长周志祥。哦，您就是馆长啊。啊，馆长，我这位兄弟自从领教了咏春拳之后就深深地爱上了咏春拳，所以他今天特地来拜师学艺。那你跟我女儿的过节怎么办？女儿？惨了，我们居然进了贼窝。馆长，其实我们今天到来呢，是专程给你的女儿赔礼道歉的。啊，对，我是专程来跟你们道歉的。嗯，啊，对，她是专程来跟你学艺的。好，弟子田家亮愿拜周志祥师傅为师，学成后必振兴本门，光宗耀祖，不为非作歹，不以酒色行事，成功。你行吗？本门的规矩是，人品不端者不传，人无恒心者不传，不知珍重者不传，心险好斗者不传，轻浮外露者不传。可是师父，这些戒他全犯了呀。你这才难得嘛。啊，师弟，敬师父拜师茶。谢师姐。师父，收徒去的是前世缘分，受徒记得是传承血脉。弟子谨遵教诲。老爸，嗯，千万别上当。哎，你们居然敢上门来捣乱。你们鬼女儿，这个富二代不知死活上上门来，肯定不简单。老板，小心要挨揍。我说他十倍学费，当时劫富济贫，完残他们呢，就是伸张正义，惩恶除奸。不是，都是他们害得我们停飞啊！哎呀，一切都有老爸呢。嗯，拜师礼完成。习武要做到战无不胜，首先就要练好抗击打能力。为师要让你体会一下咏春拳的100下木人桩法，你能坚持吗？能。那我们每人打10下，轮番开打。好。十打10，我。我打30。哎，45了。够了吗？嗯，再见。不，我要天天跟你见。嗯，哎呦，我打50。等等，等等，老板，我给你换个位置可以吗？确定。嗯。好好享受。我没有听到你喊一声啊。哼哼。
其实我也是很帅的，给我次机会，饶了我可不可以，美女？你瞎了？你闭嘴！能不能再叫一次？美女，谢谢。继续让我来，继续使出你的美男计。美女，哼，我更吃这套，害我们停飞。害我的小波波没有奶粉钱。我打八十。稍等一下，一千块。太少了。五千。啊，你说的成交。就是我来。小丫头，你个小孩子打什么打？我来。我来。我害死你了。你行吗你？我行。严师才出高徒，师父，找，找，师父，终于轮到我了。咏春拳的精髓在于留情不出手，出手不留情。师弟，你们辛苦了。名贵的牧羊犬。老毕，我命令你，你明天立刻用钱把周丹童给我搞定。我 hold 不住了，我不玩了。要是他那么容易搞定，就算被你甩了，也不会有多伤心的。老板，你要加油，你要让他真的爱上了你，然后痛快地抛弃他，让他痛苦一辈子。好。太好了，祝你成功。这个药酒呢，是我祖传的秘方，哪里疼了就擦哪里，明天担保就没事了啊。谢谢师傅啊。师傅，您什么时候来的？时间刚刚好，应该听到的我全都听到了啊。你要泡到我女儿再把她给甩掉，游戏是够毒的，不过师傅支持你。待会儿出了这个大门，今晚的事我会全忘掉，衷心祝福你的计划能够成功。师父，我不能够理解。不理解啊？所以我就陪你玩这个游戏了。徒弟，情关之所以难过，是因为情不自禁，不可预知，所以你一定要努力，不要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哦。师父，您慢走。啊，徒弟啊，不如让毕律师把法院的诉讼给撤销了吧。哦，好好，老毕，明天就去办啊。是，老板，辛苦你了。他什么时候来的？这个馆长真算是奇葩，我们得多留个心眼儿。你吓死我了。法院撤诉的事情我能拖就拖，总算有张王牌在手上，不然我们真的是一点胜算都没有了。我们明天两个人兵分两路，我继续我的追爱之路，你帮我打听周丹童的喜好，尽量瓦解他的力量。我要让他的姐妹全变成我的盟友，我的幸福。周丹童，这咏春拳有什么好打的？哎，陪我跳个舞呗。好啊。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会跳探戈舞吗？No problem。 哇，我最喜欢跳舞跳得好的男人了。
精神点，昨晚没睡觉啊？灯光太强了，我眼睛睁不开。不行的话赶快回家吧。不行，董雨欣，谁让你要当房奴海奴的？加油，坚持。作为一个女人，又怎么可以缺少一支令你增加女人味又能惹人遐想的香水？眼神加点魅力还不够吗？已经在加了。不够，就想象着你在跟观众调情，懂吗？一支代表自己个性的香水，可以代替千言万语，在他心中留下最好的回忆。很好，下一个品牌。佳佳，你拍什么广告啊？可击退浮肿黑眼圈的冰镇按摩笔。你呢？口红啊。但是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在拍一个非常低俗的三级片呢？哇，你就不用，都没我惨好不好？人家明明是货真价实的好材料，偏偏要让我拍什么高效超浓缩丰胸喷雾，等到广告一播，全世界都要以为我的巨胸是喷出来的了。你说惨不惨啊？那我岂不是更惨？你是不是给我实话实说，别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躲过老娘的法眼。我家老板范建看上了周丹彤吗？范建？周丹彤对他越凶他就越爱他，这不是范建吗？真的？他还说追不到周丹彤他就去死。那你就叫他去死吧。喂，他是我老板，又是我唯一的好兄弟，能够帮到他的话我一定要帮他的吗？真的吗？是是是。好，成全你。男装你也看，送人的行不行啊？怎么样啊？挺好啊，送给你了。喂，发票啊？哇，你不是说帮朋友吗？谁知道你会不会拿这些发票向他报销啊？我非常欣赏你的谨慎。我这一生中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彤彤。还有，我会随时观察你的诚意度，并决定究竟该透露给你多少信息。喂，对了，周丹彤最喜欢的就是公仔熊。另外，早餐喜欢吃热腾腾的永和豆浆和油条小笼包。哇，这么多熊熊啊，好可爱。早就知道你喜欢。你哪来这么多熊熊啊？不是我的，全部都是你的。我的？什么情况？你的有钱师弟送给你的。啊？无功不受禄。那是你，我们全部接受了。姐妹们都接受了田氏集团高薪聘请，做护肤品模特。这样也好，免得我一直因为拖累你们而感到内疚。麻烦你明天帮我把那些熊全部都送回去吧。我不要。你这个死心眼儿，你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当然有啊，就是那种极度恶心的感觉，想暴揍一顿的感觉。你干嘛？保护你啊。保护我干嘛？神经病。让开，师姐！快点走，快点走啊！师姐，你说你看到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啊！你再说，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没看到，你会有危险。你没什么可看的。哇，弄出人命了！
在，死不了。就是为了你，死也值得。我受不起。啊！呜呜呜呜呜！去死吧！你真想砸死我啊！臭流氓！站住！你早就知道那个臭流氓躲在大熊里面，是不是？所以我挡着你不让你吃亏了。你，他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搬到楼下来住，亚日也陪着你。哼！起床了，吃早餐了。啊！救命！起床吃早餐，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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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吃早餐。臭流氓，吵死了！哇，早餐来了！起床吃早餐，彤彤起床吃早餐，彤彤起床吃早餐。我的早餐到啦！起床吃早餐，彤彤起床。你帮我查清楚这家拳馆的背景。嗯。什么破拳馆，损害我公司的声誉，弄得我弟弟着了魔似的，气死我了。姐姐早。你还在假装跑步啊？昨天晚上你一整晚都没回来吧？我每天就早餐的时候才能见到你，你还迟到。明天一定不迟到了。好香啊。嗯，真的好香啊。田总您趁热吃啊。嗯。田总，他是经过层层海选，百里挑一才选到的，绝不会做出令你讨厌的举动。你办事我放心。嗨。嗨。师姐，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有人接。彤彤。彩彩。哎，这是我的师弟田家亮。啊，你好你好。你好。他是我男朋友莫才。莫才，我的新徒弟，田氏集团总裁，年轻有为啊。彤彤，做这个嘛，那个好像不太安全哦。我才不要呢。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你真幸福。走。找个这么好的女朋友，你也不幸福啊？光有野心有什么用啊？这小子太想发财了。我问你啊，我这个银行小职员真的给你丢脸了？没有啊，怎么会呢？那为什么我们交往到现在，你爸就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过？刚才那个什么什么，哦，田总，明明对你有意思，你爸还对他那么热情，不就是因为他有钱吗？哎，他有什么是他的事，但是我有你就够了呀。可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真的？真的。哎呀，快走，绿灯。走了。哎，其实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只需要第一桶金，我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钱钱钱，你别提钱了，行吗？哎呀，可这个社会，哎，你敲他吧。再说你再说，还敲你还敲你。别走别走，我开车呢。100万。你千方百计地调查我，找到我，就是想用这些钱买断我的爱情啊？这有钱闲的吗？你买的不是爱情，是一个机会。再加100万。你看到岸上的身影了吗？每天在这城市里穿梭，你猜他们最想要的是金钱、爱情、权势，还是地位？一步到位，500万。只要你同意离开周丹彤，全部都是你的。你忍心你心爱的女人一辈子跟你过穷日子吗？
俗话说，有舍必有得。人活一辈子，机会也许只有一次。这个世界上成功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疯子，一种是傻子。再交500万，我就是疯子。好。早安，彩彩。你怎么喝这么多酒？你别喝了，我送你回家。我不用你管，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告什么别啊？你喝傻了吧你？我没喝傻，我只是有些蠢。明知道爱情不靠谱，却偏偏要去爱；明知道我这辈子不甘心过平凡的生活，却偏偏要去喜欢一个平凡的女人。我不是蠢是什么？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懂啊？好，那我就说一句你能听懂的。周丹彤，从现在开始，你我都自由了，我们分手了，分手了。你说什么？你难道没听懂我说分手了？彩彩，你别生气，我是不是做错什么让你生气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别碰！好，我不碰你。但是，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我们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一起承担的。我们还要开咖啡馆，我们还有自己的小宝宝，你难道忘了吗？反正我不会离开你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的，除非你亲口告诉我。那我就亲口告诉你，如果在你和钱中间选择，我不能没有钱，我可以没有你，你听到了吗？我不爱你，听到吗？我不爱你，我不爱你，不爱你。我以后是开法拉利的，这个不适合我。莫彩，我恨你！闹掰了。师傅，姻缘这个东西啊，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留不住。莫才这个傻瓜不懂得珍惜彤彤啊，证明他不是彤彤命中注定的男人。喂，别装睡了，不就是分个手吗？怎么连老爸都不搭理了？他老人家担心你啊。担心我？都怪他，要不是他总嘲笑莫才，莫才根本不会跟我分手。那就算分手也要吃饭的，这可是你老爸一片苦心给你做的。我不吃。我的保温包。我来。周丹彤，这个平胸平脸大臭牛，滚出来！你找死啊！老爸，你失恋就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凭什么这么折腾你父亲啊？你父亲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就这么对待他吗？啊！你知道我多么羡慕你吗？我想找个人折腾都没有。
师父，我先回去洗个澡。哎，师父啊，要不要上来坐坐，尝尝我的沏茶技术啊？好啊，改天吧。喂，你爸走了。啊。老爸。老爸。那个。美华从超市买了牛排回来。好久没吃你做的煎牛排了。好怀念哦。你给我们露一手吧。老爸。好。哎，还是亲情胜过爱情。凤珠。干嘛？有事说事儿，没事一边凉快去。什么 he fat but they get the way？ 什么？我申请加入你的人生。嘿，滚开！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没事嘴里蹦几句鸟语、装高端的臭流氓。申请加入我的人生，做梦吧你！师姐，其实你不凶的时候笑起来的样子挺好看的。你认为我对着你这种孙样能笑得出来吗？如果我能让你心甘情愿地笑出来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说话不要这么绝对，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赌什么？如果在两个月之内我成功让你笑出来三次的话，你就做我的女朋友。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立马从你面前消失，滚蛋，再也不出现在你的面前。同时我撤销所有的控诉，对殴打事件不要任何赔偿。行，赌就赌，谁怕谁。 Yes。小心啊，带着我，快点快点。哎，师姐，这车怎么样？专门为你买的。看什么？上车啊。叔叔我要气球，叔叔我要气球。好好好，等一下叔叔给你气球啊。飞，好不好玩？开不开心？你闹够了没有？无聊。哎，怎么无聊了？你看小朋友玩多开心呀！哎，朱丹彤。呜。Hello。哇，好漂亮的车啊！这车真酷。哇，好帅啊！这还不够帅啊？嗯。哇哦！嘚瑟什么？早晚被撞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老板，老板 ，bingo bingo。怎么样，上当了吧？上什么当啊？老板。哇哦，师姐，这可是你的第一笑。我这是嘲笑。别狡辩。嘲笑他也是笑，无赖，无赖，你给我逮队啊！老毕，把你的自行车给我，我要乘胜追击。没问题。这谁家大美女啊？笑起来真好看，像天使一样。一大早的，别让我把刚吃过的早餐都吐出来，行吗？吐啊，吐完我再给你买呀。看来你得多买几本给他吐了。你，哎，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你来干什么？是嫌网上的视频拍得还不够过瘾是吗？今天肯定让你过瘾。千万别把他当女人，美美的打。单强，我警告你啊，不许再胡闹了。沙发强已经被开除了，请叫俺鱿鱼强。不要停嘛，上！我不管你现在叫什么强，你先叫他闭口不住手啊！闭嘴！哥，兄弟，没事，沙枪熟了，充其量打残他，放心啊！哎呦，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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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打得真棒。咋叫师傅？啥情况嘛？好吧，小心点，拳怕少壮，对，棍怕老狼啊。对呀、啊、我们分过合作。好，走。
师姐，你疼不疼啊？啊！师弟，你疼不疼啊？疼。哎，师姐。喂，徒弟啊，你这苦肉计玩的太过了。哎，师傅。周师傅，你父女俩这咏春拳玩的可真得劲儿啊！谁赔啊？谁赔啊？啊，算我头上，我赔。谢了，不客气。怎么，这游戏还玩不玩？这才哪儿跟哪儿啊！我刚刚才玩起劲儿。怎么愿意当护花使者了？也不奇怪，我也开始有点喜欢他了。什么？停电了！喂，美华，你在哪儿呢？超市。小区停电了，黑漆漆的，你赶紧买些蜡烛回来吧。喂，美女，你又有密报吗？毕律师告诉你家公子，机会来了。你玩够了没有？师姐，我帮你点蜡烛，点完蜡烛我就走啊。你不觉得这店都是为了咱们两个人停的吗？这点上蜡烛之后更浪漫了吧。你还浪漫吗？来日方长。笑了？谁笑了？你有证据吗？我怎么这么快来电了？浪漫时光永远太短暂。我可以把灯关掉。老毕，他都在楼上笑了，你还在这泡妞？他肯对你笑，拍不拍照无所谓啊，对吗？你说对就对。也对。师傅，我在这儿。师傅，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收到业主的律师信，要终止租约，限期千里，所以你的会员费退还给你。哎，师傅，是合同到期了吗？还没呢。那他们要给你补偿的？没用的，装修带不走。找别的地方呢，会员也不会跟我走的。师傅，您别愁，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啊，你要收购咏春拳馆？怎么样，有难度吗？难度在于你姐姐也要收购啊。合同签了吗？正在谈意向。豁出去了，我决定反收购，比我姐的条件多出10%。你要是把股份卖给我弟弟的话，我们其他的合作全部作废。不敢就最好了。老毕啊，嘉亮他是疯了吧？你不用替他解释。总之从今天开始，田嘉亮所有的股份和信用卡全部冻结。你的这笔账我回头慢慢跟你算。天作难用。那父女俩到底什么来路？你的身份证号码就停在这儿，努力学习，邮箱的停在这儿，明白吗？明白。最后签上你的名字就好。好。嗯。你好，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是这里的馆长周志祥，请问小姐贵姓啊？免贵姓田。田小姐，不如我带您参观一下本馆，然后你再自行考虑是否办理会员卡。好啊。咏春拳的特点呢，除了强身健体，
防身自卫之外呢，更能够美容养生。而且本馆的教学特色呢，就是穿着高跟鞋练习，将高跟鞋融入女子防身术的里面。师弟，好好学，小念头是咏春拳的入门基础。什么大念头小念头？小念头的寓意是从小要有好念头，不立坏心肠，以德为先。像你这种满脑子花花肠子的坏青年是不会明白的。这年头谁还学这玩意儿啊？你看不起小念头是吧？来，跟我练。对我冲拳，绑，摊，扶，打，扶，打。师姐，我忽然肚子疼，我要去洗手间。一分钟就回来。田小姐，不如我带你参观一下 SPA 馆。好。这里呢是我们的中药保健 SPA 房，我们的药浴呢有疏解精神压力和肌肉疲劳的功效。您近期劳累失眠，脸有倦色，而且心有郁结。您的妆越厚，越证明你想遮住点什么。哼，你下一句是想说，如果不赶快调理的话，我会很快变成更年期妇女。被我看穿你们的鬼把戏，怕了吧？换下一个地方参观。你的脾气古怪，又有口臭，这是内分泌失调的表现。我只是想医好你。你敢说我有口臭？喂，小姐，小姐，没事的，没事的。他说我口臭啊，我真的口臭吗？走，不关我事啊。对，是我的事。难道我的口臭这么严重？馆长，我的演技好吗？能拿金马奖。田小姐，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呢，别勉强。哎，等等，我想我可以试一个疗程。好啊。我姐这么一搅和，肯定影响到我们俩的计划。这样看来，要从你师父那着手了。我尾巴一翘，拉着撒尿他都知道。别把他看得太高，我再想办法来。好吧。我可以进来吗？可以。感觉怎么样？好舒服啊，感觉整个身体都在发软。那就对了，我的药浴呢是专门调理你现在的身体状态的。哎，翻过身去体验一下我的御用推拿手法。我看得出来你的精神压力很大，需要有个空间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下次呢，先来练练咏春拳，再做药浴。适量的运动排汗，而不至于让皮肤大量的失水。张开的毛孔呢，有助于更好的吸收营养。你也尝尝。吃榴莲呢，加可乐。真爽。田小姐，你也体会到别人口臭的感觉了吧？说真的，你的身体呢急需要调理，所以呢这个酒泡桑葚呢你应该多吃点。有什么好处啊？它的好处呢是滋阴养血，降低血脂，治疗肠燥便秘，月经失调，使你的皮肤白白嫩嫩，头发乌乌亮亮，更加可以延缓你的衰老，防癌抗癌，增加你的免疫能力，等等等等等等等。真的这么有用？当然了， try it。 哎，彤彤，这位田小姐呢是我们新的 VIP 会员，我的女儿彤彤。哎，刚才看你教那些学生的时候好像挺狠的，你不怕他们受伤吗？学功夫不仅要练习攻防技巧，还要加强自身的抗击打能力，否则你打别人三拳不倒，不小心中了一拳就被别人打趴到地上。我看那些学生都好像学得服服帖帖的，那么除了武功以外你还有什么秘密吗？我只是尽心的去训练那些学员而已，您如果好奇想亲自体验一下的话，请向馆长预约我的时间。可以啊。您慢用。哎，等一下，我们第一次见面也算是有缘分。
这个我送给你吧。哇，这是老蜜蜡，很贵啊。你如果真想送给我，就把它换成现金，放到后面的功德箱里，去帮助那些偏远山区的小朋友们。这些钱足够上百个孩子两年的吃住和学费呢，还是还给你吧。这丫头从小就跟假小子一样直来直去的，您别怪她啊。没关系。田小姐，这个送给你。什么东西啊？是偷拍的名人写真，希望名人别生我的气。适当的放松是需要的，这瓶桑葚呢你带回去睡觉之前吃几颗，很快就能进入梦乡的。那我吃完后要再回来找你了？当然了，我会帮你安排疗程的，保证帮你调理的红润饱满，年轻十岁。多谢你了，今天我觉得很舒服，我一定会常来的。拜拜。拜拜。师父，我不瞒您说，她是我的姐姐，她在业内被誉为灭绝师太啊。还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我姐姐从小被算出来是天煞孤星。天煞孤星啊，也就是说谁招惹她谁倒霉，命不够硬的都会被她克死。我以前那个姐夫就是不信邪，最后就英年早逝了。怪不得我一看到他，我的心脏就猛跳个不停。对呀，所以你赶紧退了他的学费，不要让他再来了。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想每天都看到他。啊？因为这种心跳，让我觉得是一见钟情。啊？这缘分，我必须要抓住不放。啊？啊？我真的好羡慕你，有这么多徒弟，还有这么乖的女儿。一大家子开开心心的生活，好幸福。我还羡慕你呢，家财万贯。有钱有什么用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怀念以前的日子。我记得从前童阿华两个人还没有钱的时候，喜欢看星星，看着天上，对着星星许愿，希望能有钱。现在钱是有了，人却不在了。你看啊，现在天上都没有星星了。有。当当，哇，这比星星更漂亮。萤火虫啊，哇，好漂亮啊。这是最佳松弛神经的方法。你靠我那么近，不怕我的口臭吗？因为我也吃了臭豆腐。哇，尽量放松吧，今晚保证你睡个好觉。哇，萤火虫加飘雪，好浪漫。周馆长，停车场的保安被炒了鱿鱼，丢了饭碗，俺代表他们来给你讨个公道。讨公道也用不着下雪啊，这叫做宣传造势，连这都不懂啊，你也太 out 了。公报一顶，给俺照死了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啊，周师傅言重了，切磋下武艺而已。哎，帮我拍下来做教材啊。来吧。快点快点
救他。就在你旁边，抓到了吗？练武之人要有武德，懂吗？什么武什么德？俺要是会武功，俺找你干啥呀？哇，那时候是漫天飘雪啊，什么都看不见。幸亏咏春拳闭上眼睛也能发挥听桥的威力。医生说要你留院观察两天。哦，不行，太浪费钱了。哎，浪费钱也得乖乖的在这儿躺着，直到医生说没事为止。可拳馆的事情我也不能不操心啊。是啊，这拳馆马上就被人没收了。拳馆的事毕律师早就帮你安排好了，是吗？是的，田总仗义出手，那业主已经同意把产权转给嘉亮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师傅，这下好了，拳馆的事情就解决了。啊，太好了。师傅，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天煞孤星灵得很，你这回差点都玩完了，你还信不信？信，太相信了，因为我也是天煞孤星，跟他是天生一对。田嘉亮，谢谢你给拳馆解围。没关系，作为师傅的徒弟，作为你的师弟，这些都……爸爸，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啊，拜拜。哎，师姐，你等一下，我送你。师傅，我先走了。嗯，姐，我先走了。嗯、哦，洗手间在哪儿啊？嗯，你吃橘子还是苹果？你吃橘子，我吃苹果，但是你要给我削皮。哼。师姐，这法院传票怎么解释？这怎么解释啊？请问原告，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老板，你想清楚没有？撤诉的话，我们手上就没有牌了。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与被告是未婚夫妻关系。不管是他打我还是我告他，那都是因为我们爱之深恨之切的缘故。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吗？小两口打架，床头打架床尾和。况且他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了。安静安静，如果现在我把他们母子两个人还送进大牢里的话，那我还是个人吗？我死了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所以，请尊敬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幸福，还有孩子的幸福，去死吧！请允许我撤诉。被告，情况属实吗？请遵守法庭纪律。尊敬的审判长，你看我们男才女貌的，你就同意我撤诉吧。请返回你的位置。经合议庭评议，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准予撤诉。闭庭。好。保密工作做得真好，连孩子都有了。说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哎呀，打他干嘛呀？怎么了？老板，打你的是耳光，不是拳头，你有希望哦。哎，走吧。我有那么贱吗？田总啊，整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我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道您能否对我们航空公司名誉上受到的伤害给个说法呢？想要什么要求你提吧。好，爽快。负责出资我们航空公司的宣传活动怎么样？宣传活动的主题确定没有？确定了，有歌有舞。田总啊，让你的未婚妻负责构思，所有的机组人员都来参加演出。李经理，我们拳馆的人也要参加哦。好啊。好，就按照你的提议做吧。嗨，周叔叔，你好吗？很久没见了，我能为你做什么？嗯啊 ，Harry， 我给你找了一份好工作。姑娘们，
准备好了吗？五六七八 ，Let's go！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师傅，那外国佬是从哪冒出来的？英国冒出来的。啪啪啪！不不不不，转个身，啪啪啪！瞧他那样，跳得挺好的呀。你有钱给馆长花，他当然会请外援了。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也不知道这个咏春拳呢，一定要这样发力，这样就是这个动作，你们懂不懂 ？Harry， 彤彤，哇，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好想你啊！我也想念你。对啊，真没想到。剪瘦了，哎，剪头发。师傅，他俩什么关系啊？他以前呢是彤彤的舞蹈老师，关系挺好的。哇臭男一枚。好，五六七八，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田家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你看的。听起来 ，OK， here we go。OK， 好。嘿，你干什么？真好吃。嘿、hey, ，这是我的糖。喂，你小心骑车。慢慢慢慢。哼，没把你摔死啊！哎，哇 ，You are really a tough guy， 该你大呀你！拉筋要放松的，坚持，坚持，放松，放松，坚持，放松，放松。师姐，师姐，师姐，拍到了，拍到了，拍到了！师姐，师姐，第二上，第二上。加油！坚持！别推了！轻点！我要趁胜追击，赢得我的第三笑。老板，明天的道具准备好了。Morning。Morning。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昨晚睡这儿的。什么？你睡在这儿 ？Harry 是谁啊？我有种出来单挑！什么情况？过来 ！What are you doing？ 杜爷，我打死你个臭流氓！哇！如果有个男人这样对我，我都感动死了。住手！要不我揍你！大爷！我要帮忙吗？不要，我自己来。喂，你再不阻止，就要出人命了。谁叫他咬我？我是饿了。献花吧。彤彤，做我的女朋友吧。你看，成功！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我可以告诉周叔叔，好让他放心。想泡到你之后再甩掉你的男人绝对不是这样表现的，这是真爱。等等，你说什么？这是真爱。上一句，泡到你之后再甩掉你。难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得那么巧合。彤彤，你听我给你解释。我在原本好好的，突然抛弃我。我放开我！你们两个要搬到我楼下住，还有你突然回来帮我排舞，昨天晚上又要住在我的家里面。你，我一直当你是我的好姐妹、好闺蜜，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你们每
个人都合起伙来串通好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情况？我说的是实话。你别过来，彤彤，你听我给你解释。你过来，你过来，我跳下去。不要，我就站在这儿，你不要跳。我命令你，一分钟之内给我打一辆出租车。好，我这就去给你打。找死你！哎，师傅，等等，小心啊！哎，彤彤，我把车给你拦好了。十秒之内给我坐上车离开。什么？十二，十一。哦，好。十二，十三，十四。师傅，开车。先生你好，到哪里去啊？我要到我女朋友心里，你去得了吗？田家亮，我们相识于微信，我们绝交于微信，以后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正式结束，这个是奖励给你的，好好练功吧。谢谢微微姐姐。不用谢。哎 ，Hello。没关系，没关系。嗯，听人说彤彤和田总分手了，是不是？那又怎么样？哇，那太好了，那岂不是田总就有机会选择新的女人？嗯、而我，从脸、身高、三围。哪一点输给彤彤了？他只是赢在时间上，对吧？啊，是是是。他只是先认识田总，对吧？嗯。而现在，我要为我的幸福生活去争取机会。我们又见面了。你来这里干嘛？我来和你跳舞啊。我们上次一起跳的 Tango 舞，来吧。改天吧，我今天心情不好。女孩挺漂亮的，嘉亮怎么不喜欢？美女确实是多，我也应该算一个。你弟弟估计是挑花了眼，偏偏喜欢个最平凡的。哇，这坠子真漂亮。嗯，喜欢吗？喜欢啊。那就送给你。哇，好啊好啊。这世界上不喜欢钱的只有彤彤一个。田总，我先走了，多谢你的挂坠。哎，对了，这么贵的酒千万不能浪费了。这鬼灵精。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田总，请说。你喜欢我弟弟吗？你喜欢我爸爸吗？喜欢。其实啊，人与人之间就好像在玩一出戴面具的游戏，我们大家都为了保护自己而戴着这个面具与对方共舞。可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面具脱下，然后跟他一起笑，跟他一起哭。只有跟他在一起，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快乐。我跟你爸爸已经把这个面具脱下了，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我先走了。等等，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我已经有答案了。爱情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隐藏的，虽然你没有说出来，可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到答案了。你的女儿失恋了，你怎么也不关心一下？我不关心她，我比任何人都关心她，但是我爱莫能助，只会越帮越忙。爱情这个东西啊，太微妙了，它不受控制，不可预知。爱情这个东西呢，它又很奇怪，什么都介意，最后又什么都能原谅。哎，即便说过1000次我爱你，但只要讲一句分手就可以结束，这就是爱情。你讲这么多理论干嘛？实际行动呢？去啊。好吧。我的乖女儿，别因为爱过一两个人渣就不相信爱情了。你这么优秀，才不愁没有好男人呢。你不坚强，软弱给谁看？嗯？起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笑一个，笑嘛。女孩子笑起来才漂亮，啊！敢不敢玩个游戏？你闭上眼睛，现在你脑海里划过的第一个人是谁？这场爱情游戏你输掉了。我是不想玩了。是不敢玩，你爱上他了，去找他吧。我没有脸见他了。我们拿钱给莫才，让他离开他的时候，他应该比我们更痛苦。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报应。报不报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这么容易放弃的话，很多人都会争着取代你，包括莫才，包括我。你老规矩嘛，你不喜欢的都给我。其实我一直都在暗恋彤彤。你为什么喜欢他？刚才你自己说布尔的，从大学到现在，所有东西都是你玩剩下了，你不喜欢了，就由我来接手。每次都行，但是这次不可以。为什么？你给我听好了，我喜欢周丹彤，我喜欢周丹彤。这张，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买消息的购物发票。顾美华跟我说。Henry 是彤彤的干弟弟，是他干弟弟。后天是拍宣传片的日子，你看着办。田总啊，你看你来探我们的班，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不好意思啊。没关系，
我来招待你不也一样吗？啊，来品尝一下我们家乡的极品臭豆腐。来一块儿，来尝一块嘛。谢了，你想吐啊？Roll camera, camera rolling, action。创造啦啦啦每个奇迹，飞飞飞，为爱勇敢，飞飞飞 ，One two three go， 大家一起唱我们的勇者颂，大家一起青春无敌，我爱你，大家一起唱我们的勇者颂，回到你心里，这原来是游戏。我用我勇者颂，勇者颂。你别乱，搞什么飞机啊？别 NG 啊！那你还来砸场子？因为我爱你啊！啊！你就继续骗我吧。如果你觉得我好骗，你就继续演下去吧。如果打我能让你心里舒服点的话，那你就继续打。不，继续演你的戏吧。哎，你现在对我是不是还有感觉啊？有没有啊？我就没有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不影响拍摄了啊。谢谢，不用客气。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嗯，咱们俩不就成亲家了？亲上加亲了。嗯，原谅我了，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我不想再失去第二次。你慢慢走来，我的天空变得晴朗。你弟弟很浪漫，我们的愿望将被打开。我屏住呼吸，你的笑容那么灿烂，你是我的天使，能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不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让我今生可以伴随你的海角天涯。不嫁给我吧，嫁给我吧，让我今生可以陪伴你，在每个日日夜夜。哦，嫁给我吧，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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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爱情当游戏，让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还当他是一个游戏，一个只跟你玩的游戏。你，彤彤，我这个游戏这辈子是跟你玩，等到我老了，我不在了，你失去我了，就是你最伤心的事。算你狠。怎么样，敢跟我玩吗？你真的疯了吗？
我是疯了，我为你疯了，嫁给我吧。那如果你爱上别的女人呢？那我就把她剁了，这样我才能忘了你。剁手指可死不了，有本事纹脖子上呀。钱买走了我的爱情，你用1000万买走了我最心爱的人莫才，还把我的自尊踩在脚下，蹂躏的一钱不值，是吗？我告诉你，现在我有钱了，有钱了。上面的数字他是谁啊？彤彤的前男友。我只是要回原本就情敌的东西。彤彤，嫁给我吧，我现在有能力娶你，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看看这戒指，就知道我有多爱你了。我第一次不为金钱所动。哼，有钱也不一定幸福吧？谁说的？没钱才没幸福吧？他现在发财回来了，这多难得呀！赶紧复合吧，兄弟，坚持，彤彤，嫁给我。你还记得我原本是属于你的？我当然记得了，无时无刻我都没有忘记。是他们。是他们这些有钱人狗仗人势，田家亮、毕守信，是他们给我钱让我离开你的。这些事我都知道了，那又怎么样？你知道？我多谢你当天的绝情，让我学会了死心。我绝不会为你哭的，因为我的钱包会很贵。我为了曾经爱过你而感到无比的恶心。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们女人没有不贪钱的，你喜欢她是喜欢她的钱吧？我随便你怎么说，我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想法。曾经我是那么的信任你，是你亲手把这份信任给毁了。我今天要把你泼给我的冷水全部烧开了，泼回来给你。还给我！你俩，还给我！不要这样！放开我！彤彤，我……都是因为你！别捣乱！彤彤，彤彤，我是爱你的，彤彤，彤彤，我爱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彤彤来过！张三，走。周志祥，是你说的，有事业的男人才有资格谈恋爱。那现在呢？现在，我觉得爱情无价。爱情无价？你耍我呀你！你在我有爱情的时候，你却说要有钱。现在我有钱了，你却说爱情无价。你耍我呀你！还记得上次在法院，我貌似亲吻你的时候吗？今天我又尝到了你崇高的味道。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唇膏，整只送给你了。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顾敏华小姐，我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我会风雨不改的，每天给你送上小笼包做早餐。哼，不用了，把我的名字纹在你的脖子上就可以了。哼，没想到我弟弟真的很浪漫啊，连戒指都要纹在手上，你得跟他学一学。我还要跟他学吗？哎呦，你什么时候去纹身呢？我哪有时间去纹身，是我自己画的嘛。哦，你这么骗人。田总啊，您结婚度蜜月的时候
千万记住，一定要乘坐春秋航空啊。嗯，好啊。他就是开动的，你看，这个挺干，对，我也准备好了，耶！没事吧？拿着你的，我的书。两场打戏虽然没有那么激烈了，我害怕会影响。大哥多鼓励他了啊！啊，去关照他，应该。刚刚好，等一下就快哭戏去。太有爱了，对的。OK， 这个感觉啊，太有爱了。童同姐，有个野蛮人直呼你名字，但他要踢馆的。再来那个冰的冻子，我怕我着急，它是热的。很冷吗？很冷。严正。对的，一时冲动，台词忘了。